您瞧，即使监控距离比较远，场面依然很壮观。这些护栏怎么就像约好了似的，齐刷刷的一起倒下呢？原来这双龙大桥的中央护栏每块都是连在一起的，要是其中一块倒了，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。但是这样的设计也有它的道理，就是防止一些人把护栏拉开横穿马路。 那这护栏到底是怎么倒的？有人猜是桥上风太大了吹倒的，也有人估计是车子撞倒的，说法不一。不过幸好护栏倒下的时候正是中午，来往车辆不多，也没有车子靠在护栏边行驶，所以并没有人受伤。要说这护栏骨牌倒掉容易，恢复却着实费了点功夫。最终，交警顶着大太阳将这一块块的多米诺护栏扶了回去。